我叫陆世奇，我今年10岁，我是香港人。我的生日是10月13日，我出生在香港。我上百埔里小学6年级，我家有4口人，我有一个姐姐，我的姐姐12岁，她叫陆世元，她上西岛中学。我全家都是香港人，我住在数码港。我说中文和英文，我的耳朵和鼻子不大不小，我有黑色的眼睛，我的眼睛有一点小，我的嘴巴比别人小，我的头发也是黑色的，短短的，我有一点瘦，我有长长的腿。我喜欢吃面包、鸡蛋、肉、三明治、汉堡包、冰淇淋、糖和热狗。我喜欢吃芒果，我喜欢喝汽水，我不喜欢吃青菜。我喜欢玩电脑游戏，我喜欢踢足球、打橄榄球、网球、冰球、气球等，但是我不喜欢跳舞。我喜欢黄色，我喜欢狗，我喜欢看很多书。我今天7点起床，7:25上学，8点上中文课，10点下课，10:30上数学，11点上探究课，12点吃午餐，12:40上美术课，1点做个人探字，2点去图书馆，2:35放学，在家先休息会儿，然后6:30吃晚饭。我7:45看电脑，9:30睡觉。我每天都要做家庭作业，但是我觉得不累。明年我会上西岛中学，我感到很高兴，因为我喜欢西岛中学，我有很多朋友上西岛中学。我长大想做艺术家。